李嘉文，女，26岁，北京人，北京电视广播大学护理专业。各位老师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李嘉文，今年26岁，来自北京。然后我的过往职业是一个儿科护士。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吃苦耐劳，然后积极主动，有团队精神，然后敢于承担责任，还有就是有纪律性比较强。然后我对自己的缺点的认知就是我对其他行业的工作经验非常少，然后特别请老师们给一次工作机会，还有请老师们多多的指导。我职业规划意向是主播、运营，还有我觉得那个你做什么亏心事了？没有看到大家在挺激动的，就是行，没事没事。怎么着，这个做护理不挺好的吗？他特别，您知道那种就是体制化的苦吗？就好像监狱的高墙一样，当你刚开始就是走进它的时候，你会痛恨它，然后慢慢的你习惯了在里面生活，到最后你发现你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形容，跟监狱一样，你可不能这么形容，你这太让人有些人伤心了，有些人还削尽脑袋往里面走呢。可是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，然后觉得自己的世界就那么大。说实话，做护理多少钱一个月？大概一年年薪的话在24万左右。24万，护理是有级别的吧？对，最低级别是我这级别的护理，再上往上就是护师。你干了多少年？你怎么还没上升为护师呢？我生孩子怎么想按国家号召？有一个孩子是吧？两个。生孩子，你老公支持你做主播吗？好多男生是不支持自己老婆或女朋友做直播，我自己一个人。分了。两个孩子跟着你？没有，一个。你是北京当地的吧？是。前夫呢？山东的。他结婚多少年？分了。对，就是一个是婆媳，一个就是生活大背景和很多东西，志不同就是道不同，不相为谋吧。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？顺风车。你们俩都坐后座？没有，他是司机。不是，你跟司机怎么能落到一块去呢？没想理他，但是因为我对很多行业都充满了好奇，因为我自己在我从业期间兼职了很多很多份工作，就不同的工作，我想看这世界到底什么样呢。他顺了你多久才顺走的？顺了得有仨月。挺快的呀，太不矜持了，3个月就顺走了。认准了就下手啊！就是一开人应该还好吧？人非常好，主要是家庭的关系，这太可惜了嘛！人比较好，你就不跟他家庭在一起过，你跟他在一起过。那个我公公说，就是在儿子家打地铺也得睡儿子家。我倒是支持他们把就是父母接过来，可是有些东西他处理不好，出现的这些关系，他选择面对责任的时候往后退却。所有婆媳关系的主要特点就是男方相对于弱势。对。你那个疫情期间去那个湖北了吗？没有，但是我提交了6次申请。怎么就没去？因为儿科本来就是特别紧俏的资源啊，就是我们要一切听党指挥。他不是说你不让你去，对，不是，他是要一些资源性的合理调配。对，不是你个人的，因为我很努力，我到你去了，你估计头发也剪了。哦，没关系，剃成秃子都可以。这话说得好啊。其实我们在这次这个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，也看到有很多护士啊，平时特别爱漂亮，是吧？特别臭美。对。但是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，完全不顾自己的颜值了。对。一心一意的扑在这个抗击疫情的岗位上。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当时特别想去的时候，你那个心情是什么？你毕竟还有俩孩子嘛。因为我一开始跟我妈说，就我不敢跟我妈说，先跟我的那个，因为我离婚了，只有我自己在北京和孩子还有一个闺蜜，我们三个生活在一起。然后我特别特别想去，因为我觉得这对于人生来说是一种历练，然后对自己的认知啊，包括很多东西，你的人生观可能就不一样了。他也不是说你光那种无私奉献，我觉得是在成全自己。那万一你要是有事孩子怎么办？你想过这事吗？写了遗嘱。我那个闺蜜就是都已经哭了，但因为当时大家心里都没个底儿，然后就想着你有孩子怎么办？我说正因为我有宝宝，我想给他做一个榜样。然后我儿子还说妈妈是我的英雄。然后我就把儿子在年前的时候送到了上海我的妈妈那里，然后清空了家里所有人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孤独的，就是
在这个医院跟家的道路中穿梭，因为我也怕有任何的交叉感染呀什么的。虽然你没有去湖北，但是你在自己的那家医院也做着这类工作。对，我在呼吸科。你觉得你要是没理，你想去湖北，你老公会支持吗？我觉得他会。他家里不会。对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很难的人生抉择。对。哎，如果现在想让你跟他说什么，你想说啥呀？我想说，老娘离开你也能活。啊。像北京姑娘的说话口气。是。我可以为你系上围裙，然后脱掉我的高跟鞋，我也可以摘下我的围裙。啊，不是离开你就活不下去。对。啊，行啊，今天咱就开始吧。今天面试的是主播，你有号吗？有，不是光主播，其实我的就是第一个是主播。那个没地儿写，写前面。你第一个到底是啥？啊，助理。助理有两种助理啊，一种是特别私人的。啊，都是一些什么出行啊、文件啊，跟秘书一样。还有一种助理是业务上的助理，管事儿的那种，对，能帮忙的那种。你到底喜欢当做哪种？我觉得我偏向于做业务吧。假如给你一个测试啊，一个特别不乖的李浩洋，他今天要出门，连续出门三天，先来北京，然后呢再去云南，最后去到广州参加三场经销商大会啊，你给他安排一下出行。我先问一下，就是您大概的出发时间和选择的那个交通工具。我就那个明天出发，然后飞机。我觉得我如果是您的助理的话，我应该会提前看好就是天气预报，给您看多个时间航班的那个机票。不能只盯着一个航班，因为它万一有那种就是有一些事故啊，或者你要改班呀转机。怎么感觉找你当助理之后惊心动魄的呢？老问题，你发现他演讲的时候裤子拉链没拉，怎么办？那个很明显吗？很明显，敞开着的。送花。送花，然后呢？然后那个啊，点他一下啊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。这做助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做秘书那种助理啊没什么问题。考虑的挺周全的。这第一次嘛，你没干过。我觉得第一次这么说已经超乎想象。那就把你当自己儿子一样、宝宝一样照顾，你看，对不对？真的是，他说天气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。我有一次就是来北京，没注意那个天特别冷嘛，就把我冻的就冻傻了，就已经是。哎，如果今天有助理的话，你首选助理，主播是其次。对。助理要多少钱？助理、底薪不低于多少？底薪5000。有地域限制吗？能出差吗？你有孩子哦？能出差，就是最好。是你老妈现在在带着是吧？对。来，两位人力资源专家给小姑娘一点助力。通过你刚才的表现，做一个不是那么高级别的高阶的助理，我觉得没问题。薪资上面我反倒认为可以到8000都没问题，也不必要刻意的非要往5000压，没必要。谢谢谢谢。来，第一轮选择去。还有施展腾，天生我有才。准备的什么才？给大家讲故事吧。好，说吧。2016年6月，我眺望远方那第一缕金黄，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倦容，只为那一个个熟睡中的稚嫩脸庞。望着熟睡中的子琼，我的心里千滋百味。这是我与子琼的最后一个夜班了，明天他就要出院了。5岁的子琼因患有重症皮肌炎到我院风湿免疫科治疗，她的消化道反复的穿孔，并伴有脏器衰竭、胸腔积液感染，使她持续的高热，有一个月不能进食，只能靠营养液来维持生命。自从子琼患病，一家人奔波于全国的各大医院，使原本贫瘠的家庭更加的负债累累。于是乎，一条名为爱心捐助子琼的帖子刷遍了全科的朋友圈，大家都纷纷的捐款，所有的治疗检查我们都为他精打细算。主任还特意把一个曾经有类似情况的小患儿和他调到同一个房间，安排双方家长的见面沟通，还有相互的鼓励。而他被病情折磨的哭闹的时候，我们兜里总会变成一只棒棒糖。这小丫头也特别懂事儿，她能理解我们的善意，不让他吃东西他就嚼一嚼再吐出来，把自己最心爱的贴画小心地粘在我们的胸牌上。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牵动着我们的心，我们做好了一场打持久战的准备。
入院的第15天夜里，子琼少有的哭闹不止：“阿姨呀、阿姨呀，我痛啊！”他全身大汗淋漓，糟漏口不断排出新鲜红色的血性液体，对症止血扩容后仍有持续的出血并大量的呕血。小子琼的12道12指肠糟漏口再次穿孔，他必须要转入 ICU。 我知道这场仗打得并不顺利，但是子琼知道我们在等他，所以他坚持着努力着。一周后他病情稳定了，又回到我们科继续治疗。看到我们熟悉的面孔，他苍白的脸上这一刻终于有了笑容，我真的被感动了。接近了死亡的残酷，才能感受到生命的鲜活。这是我那个下一班的那天写的文章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是人生并没有。很遗憾，最后的子琼还是走了，但他的微信号默默地在我的微信里一直躺着，从此再也没有过更新。当时我在本下写了这几个字：女子本弱，从医则强；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强。特别好。这个听完你的这个朗诵之后啊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我特别不想你今天求职成功，因为我觉得做护士这个岗位太神圣了，太伟大了。不要用这种观念去给他压力、啊。你会发现，其实他刚才在念的时候，我对他是有意见的，就一个特别好的故事，他的语速太快，念得没有感情。但后来我发现他是刻意那么快的，他觉得他再念慢一点，他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，他就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所以他硬生生地加快语速，让文章赶紧念完，是吧？这是一种他自己的一种本能的一种处理方式，所以我们不要再给他压力了，让他自己选择。我要问个问题啊，嘉文。哎，您说，你认为主播是一个轻松的岗位吗？并不轻松。你认为他比护士轻松吗？并不轻松。对，那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你认为比你原来做护士本专业还不轻松的，要跳出来做这个？挑战性很大。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就是从你上台到现在，因为我是一个主播，我会认为比我做企业还要难，职场比你在护士可能还要更加的辛苦。这个是我比较担心。其实你的形象我很喜欢，你一上来我觉得这是我的菜，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抢你的。但我又冷静下来想，我觉得你没有想清楚，亲爱的，你明白吗？我觉得你还不理解嘉文，他其实是特别希望改变护士以后去看这个世界，去领略更多的经验。那我告诉你，陶阳，我觉得你听我说，就是因为他这句话，我觉得他更不懂主播行业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在护士那个医院地方太小了。但你知道做主播就是守在一个3尺屏幕面前，每天坐在那儿播同样的内容。你知道我们有一款产品，我从去年播到今年我都快播吐了。好，这些事情咱们不再去说了。主播确实很难很辛苦，但也不是所有的主播都有你那么焦虑，你就是事业心太强了。人家有些主播是上班性质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要看你自己的选择。但的确你选的这个助理跟主播不会比护士轻松多少，所以你要自己考虑。你有意向企业不？有。谁？那个东东老师，还有这个陈烨老师这边。如果现在就这两个人留下来当，你选谁？我可能会选择陈烨老师。为什么？喜欢。好，第二轮选择期货流，有好戏看了。好直率啊，姑娘。哎，还没开始呢，第二轮选择呢，他们自己灭自己呢。还有一个闲的没事儿在这插第三者插足的，你看见啊？李浩洋还有三盏灯，来，李浩洋，我觉得有两个给你选择，一个是这个我的助理，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销售部的这个助理，地点其实北京上海都行。来来来，陈薇。哎呀，我也特别喜欢你啊，亲爱的。然后我给到你的岗位呢是美在当下，现在我们旗下的 MCN 品牌叫美在繁星。然后给的你是直播运营官的岗位哈。可能你今年在我们的美在当下子品牌当中做我们的社群运营官，配合前面的直播呢，我觉得你可以冲到年薪百万的。来，贺东东。嘉文，我其实也特别喜欢你，从你一上场，我觉得你肯定是我的人。中间听了你的经历之后，中间有动摇过。但是现在我想跟你说，你来我们公司呢就是做带货主播。那我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平均能够拿到的薪资都是2万到5万不等。好，你自己考虑。我选择好了。去吧。
不会吧。啊，这个游戏越来越好玩了。来，我们这期进入谈钱不伤感情。你可以问一个问题。老师，如果我选择您了，然后您是做这个松鼠 AI 教育的，然后就是在孩子教育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呀？就是有没有福利？有。有什么？对，员工福利。我们员工的孩子有一个福利，就是说从他小学开始，我们有产品一直到高中。本来你辅导班一年大概要3-4万的，至少是3-4万的，多则7-8万的，我们都是全免。10秒钟，做出你最后的选择。松鼠 AI 美在当下，或者是谢谢再见，请问你的选择是？松鼠 AI。来来来，宝宝，来来来，宝宝要献花了，来来来。哎呀，从这儿上来，从这儿上来。哇哇哇！哇，祝福妈妈找到了合适的工作。这是妈妈是吧？嗯，好年轻啊。那以后就在上海工作了。有这个小心思。爸爸，看见。Hello。跟大家说，老师们好，鞠个躬。老师们好。哎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666啊，666。大家都好。啊，大家都好的意思。嗯，牛牛回来。哇。OK 啊，好，先好好工作，把工作干好。好，谢谢啊，好，再见。主播是我现在兼职做的东西，你如果让我为了钱去做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也可以做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并不符合我远期的人生理想。如果我是做主播的话，可能是我通过主播这个小窗口认识这个世界之后，我可能还会去做别的。